诸位同学，我们接着看清凉大师讲随类三义啊，我们看第三。三，随义者所以义故。这一句有详细的解释啊。下面文接着说：若以实性，即见如来足轮放光、周护法界等。我们一小段一小一小段的来说啊。随所宜者，这个宜者他所疑的也不一样啊，有疑实性的，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告诉我们，设这些人疑虑的啊，举一个例子，能疑的人未必是实性疑实性，实性也会对于实行、实住、实回向产生怀疑。那么，我们一般初学佛的人，疑虑更多。如果遇不到善缘，这些疑虑确确实实障碍了我们的信心。尤其在近代，我们看到佛教的形象不是释迦牟尼佛当时的样子，也不是佛法传到中国那个时候的样子。那个时候是教育啊，儒释道三家教导中国社会广大的群众啊，佛教教学的内容是什么呢？佛经里头般若经上常讲啊，诸法实相啊，佛经一切经所说的，诸位想想，是不是给我们说明
诸法实相。诸法实相要用现代的话来讲，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啊，宇宙之间万事万法的真相。这哪有迷信呢？对于这个事实真相通达明了，究竟圆满，这个人我们就称他做佛陀。啊，他很通达，很明了，但是还没有达到究竟圆满。换一句话说，他还有疑。我们称他做菩萨了。啊，佛菩萨差别的就在此地啊。都是对于宇宙人生真相通达明了。菩萨没有圆满，佛究竟圆满。啊，所以佛教是教育啊。可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佛教啊，今天在这个社会上，我常常讲啊，有四种不同的形象。第一种就是宗教，它不是宗教，但是现在已经变成宗教了。啊，你不能够否定它不是宗教。贬值了。啊，第二种呢，它变成学术了。它变成哲学了。世界上许多大学里面研究佛教经典，把它当作哲学来研究。我是从这儿入门的。民国初年，欧阳靖吾大师说得好啊，啊，他有一篇非常精彩的讲演，在第四中山大学讲。当时的第四中山大学就是现在南京师范大学。哎，在这个抗战之前呢，这个学校称为金陵女子大学。啊，现在改成南京师范大学。啊，这学校我去过。啊，他在民国十二年在这里发表一篇讲演，题目是佛教非宗教非哲学而为经世所必须。啊，这一篇讲演当时震撼了佛教界。他的讲词讲演的时候，王恩阳居士是他的学生，当时听讲的时候把他记录下来，写成了笔记。啊，那么这篇讲演呢就发表了，由这个单行小册子流通。我在1977年在香港讲经啊看到了。
啊，我读了之后，给我的看法想法了，非常接近呐。啊，我学佛，一出家，当时就跟中国佛教会提出了一份建议。啊，首先我提到是证明。孔老夫子讲啊，名不正则言不顺呐。啊，中国人喜欢简单，啊，简要详明啊。啊，所以佛陀教育啊，称佛教。啊，但是现在一说佛教呢，人家都想到这是宗教。所以我就建议说啊，现在不能不麻烦一点。啊，让大家了解佛教究竟是什么。啊，我提出了证明。佛陀教育。啊，加两个字。啊，佛教，佛后面加佛陀，教后面加教育。佛陀教育。啊，那这个大家一看就很清楚，就很明了啊，不至于误会啊。啊，我的建议，佛教会确实是经过讨论。啊，讨论之后好像也没有啊，把这个佛陀教育这样一个称谓啊，通知各个寺院庵堂没有啊，后来这个案呢，大概就不了了之了。啊，不管他们是怎么个想法，啊，我这一生呢，是本着佛陀教育这个理念。我来做，我来学习啊！所以我在台湾相当不容易啊，很辛苦啊！啊，讲经讲到第20年，啊，我才有一个小道场，我这个道场不叫寺院庵堂。不用这个名称，啊，我这个道场用的是华藏佛教视听图书馆，啊，我过去学佛的时候，我在李老师创办的慈光图书馆，我在那里住了10年。所以我有一个道场呢，我用图书馆。啊，为什么用华藏呢？啊，这华藏从华严经来的。啊，方东美先生把这部经介绍给我，我非常欢喜。啊，所以我这个图书馆用华藏。啊，那么在那个时候，美国那边有个同学，有些同学希望请我到纽约去讲经，我说没有时间，实在没办法去。最后他们想一个方法，能不能录像，把录像带啊寄到美国去？我说我没有这个设备，如果有这个设备的话可以。那么他们就送一套设备来，所以我们的图书馆就加上视听。啊，这是我们头一个道场啊。啊，过了5年，这第二个道场出现了。啊，简丰文居士啊供养一个场所。
啊，提供给我讲经弘法啊。那么这个场所就是现在的佛陀教育基金会啊，我正是用佛陀教育啊，肯定佛教是教育啊，释迦牟尼佛教了一辈子啊，经上讲，讲经三百余会，说法四十九年。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他办了300多次学习的活动，啊，像我们现在，啊，办的佛学讲座，啊，办这种活动啊，我们现在一年办4次。释迦牟尼佛49年当中办了300多次，说法49年，说法是教学啊，教学49年了，一生用现在的话来讲，他搞的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我们要肯定释迦牟尼佛。他在社会上是什么样的地位？啊，他是从事于哪一个行业？他的敬业精神，值得我们效法。啊，一生忠于职守，务必把自己的工作做到尽善尽美。不仅有言教，更重要的是身教啊，我们在此地看到的除言教身教啊，有义教啊，啊，意念我们今天讲精神的加持，啊，所以用我们今天眼光来看，释迦牟尼佛是什么人呢？是个教育家了，多元文化社会教育家。啊，他一生所做的事业是多元文化社会教育义务工作者，他做了一辈子。他没有收人家学费呀，那他的生活每一天出去拓钵，一天吃一餐，啊，日中一时，树下一宿，过这么样简单的生活，身教。啊，不仅仅是言教，身教啊，做榜样来给我们看啊。确实放下了自私自利、名闻利养、五欲六尘享受、贪嗔痴慢疑，他通通断掉了。给我们做出崇高的道德德行啊，慈悲的教诲啊，当时后世啊，如果对释迦牟尼佛认识了解，那个尊敬的心呢，真的是油然而生了，不能不尊敬，不能不佩服啊！啊，借助
会发心呢，想向他学习。华严里面所说的现神通，这就是表演。你一定要懂得他表法的意思，所以若以实信，佛放光啊，即见如来坐轮放光，周乎法界。足是什么？立足处啊！这是说的根本啊，像盖房子一样，地基啊。中国圣人也说，人无信则不立。你看释迦牟尼佛足轮放光代表实信，你有信心，你有立足之处啊。你没有信心呢，你没有立足之处啊。实心在前面跟诸位报告过，实心心满，这就是菩提心了。菩提心里面，菩提心是怎么样修成的？首先有信心。那么《华严经》上经文，清凉礼长者为我们讲解，这是一乘大法了。信心从什么地方建立的呢？依什么呢？前面我们读过，他所依的跟普通不一样啊，是依自性根本智啊。跟诸佛如来无二无别啊，所以经上举十方诸佛根本智，凡圣共有之果，这信心从这里建立的。我们信了，信了，但是自己毕竟还是凡夫，烦恼习气没断呢。修行依这个信心，所以信了之后，第二个是念心，念念不忘啊。第三起精进不懈啊，要恢复我的真心啊。真心是什么？灵知啊。
佛在楞严会上讲的见闻觉知，见闻觉知之体，就是根本智。啊，这个中峰禅师讲的灵智，要精进不懈，把现在真心上面的染污、业障，要把它淘汰干净了，使灵智的真心恢复。啊，这个心就是经上讲的大菩提心呐。啊，慧心、定心、不退心、回向心、护法心、戒心、愿心，讲了十个，十个是一个心，真心，真诚心，真诚心里面有这么多德用啊。啊，也称之为性德，本性里面居住的大德。啊，那个大德无量无边呢，先开发这十个，这十个是根基。啊，是成佛的基础，不能不知道，不能没有。那么在这一会后面三品会详细给我们说啊，菩萨问明品、净行品、显首品啊，这讲实性啊。清凉在苏超里面有说，一实性是一实，这个一实性啊，随以现通之相。怀疑这个注解里面说，于中初以实性呢，即是此文，即十三经光明觉品、言周乎法界等，等取十方名，故十方佛刹微尘数世界菩萨云集，故下经云：谢以佛神力故，十方各有一大菩萨。一一过于设佛刹微尘数诸佛菩萨俱等，看到佛现这个相啊，起疑惑啊，所以下面文殊菩萨由言说来解答。啊，先我们看到世尊现象。啊，这个现象贯这一个大单元，啊，前面现象品里头现象，
是观全经，啊，《华严经》的九会呀。这个地方现象呢，这是观这一个大单元，就是第二分，里面有六会。真的是所谓遍虚空法界，这个里头含义很深很深啊。希望我们学习的同修细心体会，如来现象，从来没有间断过。在什么地方呢？就在我们眼前，我们六根所接触的六尘境界。从早到晚，一切时一切处没间断过，非常可惜，我们真叫粗心大意啊，在眼前不认识啊。眼没看见，耳没听见，我们六根见闻觉知，佛经上讲啊，大概是过分的暗钝，明妄不灵啊。为什么如来示现的境界就在眼前，你看不见？实在是什么呢？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病在我们自己本身呢，不在如来，如来是真诚清净平等的慈悲，为九法界众生实现现象现神通。那就一般讲呢，实在是自己业障太重了。怎样消自己的业障，成就自己的信心，这是我们当前迫切需要学习的课程。这个课程从这一段经文里面讲，那就是断疑生信。这个地方经文简单的，经文上只是说各随其类为现神通，现什么样神通没说。到后面经文上我们看到，后面经文上一直通到第七会，你所看到的神通就是此地现的。实心佛住止放光，摄住
这个经常讲的实行足上方广，啊，社会相膝盖方广，啊，实地呢眉间方广，后面众海云集都是佛神通实现的，啊，实行看到千刹，社会相十千刹，那么这个下面一个等字，等于一分方光中四，这个一分就是第二分，啊，我们讲第二大单元，啊，经里面讲的一分，就是第二修因气骨生结分，就是这一分，啊，这一分里头一共有六会，有三十一品经。这个地方放光一直贯穿下去，啊，此地特别交代，到后面每一会你都看到，啊，但是你要知道放光是这个时候放的，现通是这个时候现的，现在请看呢第二大段，众海云集，啊，这一段经文很长，现神通矣，啊，你看前面讲 现神通，这个地方就马上就结束，啊，神通现完了，啊，感应就现前了。东方故十佛刹微尘俗世界，由世界名金色，佛号不动之，彼世界中有菩萨名文殊师利，于十佛刹微尘俗住菩萨居，来以佛所，道以作礼，即于东方化作莲花藏狮子之座，皆加佛座。那么这一段说的是东方的状况，啊，这一段文里面你细细的分有八个小段落，啊，也就是说说了八桩事情，啊，啊，这八桩事情清凉大师注解里面有，第一个是缘尽，啊，你看东方过十个佛刹微尘俗世界，这是缘尽，啊，要记住佛刹微尘俗啊，比西方极乐世界远啊，
我们在《弥陀经》里面看到，世尊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啊，是在娑婆世界西方啊，过十万亿佛国度啊。十万亿个佛国度啊，他这个地方是十个佛刹了，但是后头是微尘数啊，十个佛刹微尘数啊，大概比十万亿佛国度要远的很多啊。啊，这远近说出来。那么第二呢，是这个刹土的土名啊，由世界名金色，金色世界。第三句是给我们介绍啊，那个世界佛的德号啊，佛号不动智啊。第四个小段呢，是给我们讲佛弟子当中的上首菩萨啊，比世界中有菩萨名文殊师利啊。第五是说他的菩萨的眷属啊，也就是文殊菩萨的同参道友啊。啊，有多少呢？有十佛刹微尘数诸菩萨聚。这个数字啊，跟这个世界给我们的远近呢，相仿佛啊。这是讲他的眷属这么多啊，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啊，文殊菩萨法缘殊胜啊，令人羡慕啊。啊，那要这样殊胜的法缘，我们现在就要懂得与一切众生结法缘。你跟一切众生不结法缘，等到你成佛，你做佛的上首菩萨，啊，跟你在一起同参道友没有几个人呐。那那想想多难看呢！啊，所以在这些地方提醒我们，啊，我们在现前就应当发心学习广结法缘啊！我在这一生到处讲经，大家都晓得法缘很殊胜啊！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法缘呢？李老师教的啊，往年在李老师麾下当学生，老师常常教导我们啊，一定要知道结法缘啊，教我们结缘的方法了啊。在那个时候，我们的物质生活非常辛苦，没有力量跟众生结缘啊。老师告诉我们，有心就好啊。啊，力量怎么呢？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只要有心，真诚善意对一切大众
法缘就殊胜了。我们就真的学习李老师讲经法缘殊胜，当年在这个台中慈光图书馆诸位去参观，地方不算很大他的讲堂坐满，坐得很挤400人在当时有这么多听众相当不容易我们这些做学生的人怎么结缘法呢？做义务的招待，讲经之前听众来了，我们在门口迎接我们这些做学生的人在门口做招待欢欢喜喜，笑面迎人引导他入座人座快满的时候，后面来了，看看哪个地方有座位，带他去让这些听众到讲堂里来感到温馨有宾至如归欢喜心偶尔我们有一点零钱买一点糖果听众呢一个人分一个结缘嘛欢喜结缘，老师教的所以他有这么多同参道友给我们很大的启示接下来来以佛祖这是他们到这个地方来参加佛的法会佛的法会是教学讲经说法了他们是来听经的是来学习的第七段是道义作礼到了之后首先向佛致敬这些礼节要懂今天我们到一个道场这个道场大殿上供的有佛像我们首先要到大殿去拜佛这是对这个道场的尊敬对道场的主持尊敬对道场所有一切修行人致敬我们礼佛这佛像是代表恭恭敬敬的致敬之后那你来学习一定有你的座位你找到你的座位恭恭敬敬规规矩矩坐在那个地方他们从东方来
所以在东方呢，他们的座位不需要佛菩萨给他安排，他们自己变化所作，化作莲花藏狮子之座，借家趺座这化现的。那么向下还有九方，每一方都有这个八个段落。每一方世界名号不一样，佛的名号不一样，上首菩萨名号不一样，通通有表法的意思。清凉大师跟李长者，这两位是我们的导师都会有详细的给我们解说。我们先看经文，把这个经文念下去。第二段呢，南方，南方过时佛刹微尘宿世界，这个距离是相同的，都是十个佛刹微尘宿世界，由世界名妙色，你看东方是金色，南方是妙色，佛号无碍智，这十个佛号有一个字相同，就是智。摄智菩萨了，这个如来啊，别有菩萨名曰聚首，这就是上首菩萨。你看东方上首菩萨是文殊师利，南方是聚首，与摄佛刹微尘宿诸菩萨聚，来以佛所道以作礼，即于南方化作莲花藏狮子之座，即家趺座。这南方，只有世界名号、佛的名号、上首菩萨名号这三个不同，其余的大致都是一样的。我们再看第三段，西方过。摄佛刹微尘宿世界，由世界名莲花色，佛号灭暗智，特别重视这个智字，就是摄智如来。别有菩萨名曰财首，于摄佛刹微尘宿菩萨聚，来以佛所道以作礼，即于西方化作莲花藏狮子之座，即家趺座。第四段呢，百方。百方过十佛刹微尘宿世界，由世界名曰占波花色，佛号威仪智。别有菩萨名曰宝首。与十佛刹微尘宿诸菩萨聚，来以佛所道以作礼，即于北方化作莲花藏狮子之座，借家趺座。所以我们细看这从十方来的菩萨，上首菩萨带领着他的同参道友，
到这个地方来拜佛，来闻法了。设方，我们才念了四方，现在时间到了，啊，向下经文，我们明天接着再来学习。